2011年震度9级的日本东北大地震带来巨大破坏，即使经过10年，灾难场景还是历历在目。二十仓的村落其实可以简单的来说，就像灭村一样。最触动的其实就是日本民众对我们的感谢，他们看到我们都会给我们一些掌声，给我们一些鼓励，甚至有些会给我们一个九十度的一个鞠躬。华山文创园区展出3.1110周年东北友情特展，规划6大主题展区，呈现灾后10年日本东北的复苏面貌。现场还有福岛传统工艺品不倒翁小法师，号召数百人彩绘的不倒翁，象征灾民不被击倒的精神。许多知名漫画家以留言板方式表达对台湾伸出援手的感谢。世界上可能找不到另外两个国家像台湾跟日本一样有这么特别的感情。台湾跟日本像东南西北四面都是海边的，我们可能会遇到各种大自然的灾难，但希望我相信我们一直互相帮忙。今度は楽しいで会いましょう。感谢台湾一路相挺，特展不仅记录重拾生活的足迹，也展现深刻的台日友情。ありがとう。大爱新闻张泰林、叶怡玲台北报道。